突然想起来，我还养了几个蝎子呢。妈呀，俩月没瞅了。大哥，你死了吗？你动弹动弹，哥，你还活着吗？好，活着，活着哈。检查下一个，这个动动弹来，铁子，活着啊。那行，挺顽强啊，这一个个的。妈呀，你这爪又丢一个呀？什么情况？咋少个爪呢？饿急眼了，给爪吃了？你挺会过呀你，这得亏我想起来你们了。这再过俩月，这那个爪是不是也没了？来整个蟑螂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的错啊。不吃啊，换下一个。你吃不吃？哎呀，这饿了就造呗，当自己家一样。我下一回想起你们，可能又得俩月以后了。我还有你，这一个爪还能吃东西不？整一个吧，整一个吧，别客气来。你这一个爪不好使，我帮你，我直接给你怼嘴里头来啊！把嘴张大大啊！不吃啊，那不吃扔里了。这个太可怜了，这个，妈呀，爪怎么能饿丢呢？整不明白。